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嗯，我觉得我今天试音的时候没太发挥好，我平时练习的时候都比今天发挥的更好一些。的确，今天发挥的不太好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我之前还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让你帮我练习。对不起，顾总。 我下一次一定会注意的。您要的文件，我下午就会送到您的办公室里面去。好，天台等你。 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，还要到这儿来说？你居然还换了个发型？淘气。 评分表，你的。怎么，不敢看啊？是谁说的？就算选不上也不会灰心。看就看，我最起码还是能选上一个龙套的角色吧。嘘！我居然有这么高的分啊！恭喜了。 女二号，我，女二号，嗯，名副其实考实力得来的。你说，你确定没有给我打高分？这里面都是平均分，所有老师打的分在我手机里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自己看。什么时候改的密码？